冲一下。 哎，阿森卓他们嘞？你怎么自己跑过来了？听森卓说你女朋友今天有事哦。对啊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都在一起那么久了，节日什么的我们也不会太在意。 其实你们也5年了，真的，不知不觉就到第5年了。其实蛮难得的，尤其在我们这个年纪，有那么多不确定的事情。其实我们前阵子分手。 没事的，我觉得也差不多啦，到一个阶段。喂。 你在哪里呀？附近啊。哦，啊，你有看到他吗？嗯，他睡着了。哦，三周也睡着了。那我们晚点再走吧。啊，好啦，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 早安啊。